贴在房屋的正面，当作门面美化外观。在阿姆斯特丹街道的建筑旗帜上，常可以见到标有三个叉的图腾，这分别代表了阿姆斯特丹早期发展曾历经的灾难印记，分别是水、火与黑死病。各处所见三个叉的标志，象征着趋难避灾，散落在阿姆斯特丹的每个角落，默默守护着这个城市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，同业大众，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，或复轻言似语，变口立词，弗须假事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，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惜此过。相与从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，弥恶不宣，出言粗广，发语毁报，朋友句话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只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立生物，更相缠棒，言己则迷得不归，说他则何恶不往，乃至品素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傍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，事有忧恶，伤行丧命，未来处痛，永结因报，且细孝之请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已加一切。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，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，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，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，众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、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断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德叉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释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义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修习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
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形居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摄其精神一切同道，受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令四生六道三世怨怼所忏永断，所悔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二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，或以恶口恼乱父母、师长、眷属及诸众生，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，或复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两舌业，受他恶言不能复藏，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嬉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益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起恼害，如是口业所起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怨一切怨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怨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，从今已去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罪尽，赐复因须清净意业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二五逆必由意造，故佛戒言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共建心之去意诸事，亦由君之总测其程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聚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，今欲改悔，先挫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
三途巨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。然牲口业粗意浅，异地为系难除。如来大圣，一切智人于牲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圣，若不折错，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：防意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与无始以来，即此一行，无名起爱，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，八邪八难，三途六道，轮回流转，无不经历。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怼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。煽动六情，持意无体，轻重恶业，无不被造，或牲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唯有痛痒，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，唯恐处毒不深。见人之过，自愿宣说，自有千师，不喜他闻。有如是心，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称，大道怨贼，所以经言，皆功德贼，无过称讳。又华严经云：佛子若起一称讳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称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顿障，实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尽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，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，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应有无量无边称讳恶心，乃至起称不必亲足，何况六道诸众生等，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浮尸万里；将司以还，空自纷扰；鞭挞垂服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库，不深不重。是异地恶，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，未尝一日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称讳烦恼，意虑忧深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俱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到披尘，忏灭此罪，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缚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守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利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怨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应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常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圣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传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